大家好，我是本月火把快讯主播培培。今天我所在的地点位于白沙湾。去年火把教会有50位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接受洗礼，一同归于主的名下。弟兄姐妹们不仅接受海水的洗礼，更接受圣灵的洗礼。今年火把教会再度来到白沙湾，同样有许多弟兄姐妹要在这边接受洗礼哦。阳光、沙滩、圣灵，还有将近400位弟兄姐妹的祝福，真是令人开心呢。不能来到现场的弟兄姐妹也别难过，就让我们一同回顾当天的精彩片段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成就了救赎。受洗礼拜的晚上备有美味的海鲜大餐，但圣经上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参加过禁食祷告退休会吗？火把人不仅爱祷告，更爱禁食祷告。下半年度的禁食祷告会开始报名喽，时间为10月28、29，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一整天。每次禁食祷告会结束后，都会听到许多弟兄姐妹分享得着祝福的见证。想要恩典，就一定要抢先报名。火把人，不要犹豫喽！想要更加亲近神、经历神，来参加禁食祷告会就对了。以上是本月的火把快讯，我是培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快讯最后，让我们一同欣赏天天爱耶稣，天天爱火把。火把快讯，我们下次见。